你的脖子有点扭动哦，能不能举呢？哇！你是龙啊！打个 case 啊 ！Hello 啊，麻波，新 game， 大家睇个名字都已经知道呢个系咩游戏，系咪即系知道咩 game 嚟噶啦？系咪 ？V 从零开始嘅异世界生活，揿咗入去先。Hello， 打个 case 啊 ！Hello 啊，麻波，系咪好奇怪？点解会重复咗？因为我哋而家 re 紧 ，OK？ 好配合佢嘅咋，嗱，好配合佢咋，唔系我谂出嚟嘅呢个，唔系我谂噶，佢谂噶。跟住我要再讲多次，你要再讲一次，我系麻波啊嘛。开 case， 直到佢哋大家系有个 action 系啱嘅位置啊嘛，系啦，好啦，咁啊，同大家嚟玩一玩呢个新 game 啦，咁啊，啱啱出嘅啫，货啊，封面角啊，冇错，诶，嗱，呢个角色可以换嘅，我系特登换翻阿雷布出嚟嘅，特登摆出嚟，佢呢个系特别系可以换你中意嘅角色，你中意男主角都得嘅，咁咪换翻男主角出嚟，咁我觉得都应该，我谂占少数啦，雷布99.9%，都少啲人会想换翻男主角出嚟噶啦，换翻雷布出嚟先，好啦，咁啊，不如咧，但系我想介绍一个紧要啲嘅剧情。劇情呢，大家都知道 V 咧個故事係點㗎？無限重生啦，因為你嘅選擇會改變咗你嘅命運，跟住再重複一次咁樣樣，冇錯，正確嘅路嘅。咁今次咧遊戲呢個咧劇情裏面咧，你又真係可以試下感受呢一樣嘢啦。佢除咗咧我當啦，我而家玩到呢一張啦，第六話咁樣啦。大家咧可能玩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入邊咧會有啲選項俾你揀啦，有好多選項咧，可能係你大家可能睇動畫嘅時候見到嘅一啲選項嚟嘅，係啊，但係咧。佢入面會多咗啲唔同嘅原創選項咧，即係你揀咗之後咧，有機會會出到一啲咧，你可能唔係平時睇動畫見到嘅動畫冇出現過嘅畫面，就會喺呢度見到啦。冇錯啦，咁啊，所以咧，你見到咧，嗱，好似嗱，我而家玩第六章啦，大家都知道啊，第六章呢個咧，佢就係講緊啊，佢哋喺嗰間屋仔酒吧，我唔記得咗嗰個咩啦，即係第一次打，跟住佢不停咁重生，佢翻返去酒吧度，跟住之後發覺啊，打完跟住又死俾人燙肚嗰下咧，嗰、那個。嗰度咧，嗰一個嗰一段劇情，所以你見到咧呢一關咧，好多好多事事會發生，會發生唔同嘢。嚟即刻嚟同大家去試下感受一下呢一關先。嗱，因為佢個 safe point 喺水果店啊嘛，大家記得。係啊，喺水果店。在水果店的那個選項應該我們可以揀什麼呢我之前在關卡上拿了鎖匙所以我是有一個的特別東西呢我解了鎖 我之前已經在關卡上見過拉姆一次所以我解了一個拉姆的一個特別的劇情出來的剛才在晚上的為什麼又回來的呢為什麼肚子傷不見了亦都唔同啦，啊不過我唔讀啦，大家咧自己睇嗰陣時睇，睇翻佢入邊嗰個劇情內容。呢度第一次啦，你見唔見到啦？如果咧你嗰個揀嘅選項裡面咧，佢係會發生即係啲分歧，因為有陣時有啲係可能係加上面嘅能力值，因為咧嗱我揀唔同嘅嘢咧，啊呢個冇啊，因為呢個係分歧點。有陣時咧，因為其他咧會可能會影響你上面啲情緒啊、魅力啊，因為呢啲咧就係會等你過關嘅時候唔同分數咧，佢有機會攞到唔同嘢嘅。呢度就係會遇翻呢三個人啦。咦，呢个位咪遇到骑士嗰个位啊？系啊，咁啊，其实嗱，头先啦，嗰啲主要剧情啊嘛，你可能拣咗唔同线啫。咁啊，呢啲咧其他支线嘅，即系呢啲其他选项嘅时候咧，就会影响你见唔见到上面嗱。而家如果我系拣啊出现回嘴咧，我嘅勇气咧就会有升或者降啦。咁啊，如果拣呢边咧，就系呢个勇气或者情绪有影响嘅。咁我哋拣出现回嘴。你又會見到我哋勇氣提升咗啦！即係你 keep 住係會將你成個個人嘅嗰個數值係不停咁樣，因為選項變化。斷關卡計嘅，斷關卡計嘅，係啊！咁啊，我呢次咧係好順利咁樣樣咧，係跟住成個最主線嘅嘢。咁啊，你可能會有機會咧，就會嗱，你見到呢度會可能會啊本篇咪咪 version， 即係你會見到咪咪啦。咁呢邊就應該見到拉姆啦，呢邊就見到阿威爾海姆啦，係啦。咁啊，唔同嘅章節咁啊，自己可以去試下，去睇下點樣去睇曬所有嘅劇情。我覺得會有人一定會全部拆曬咯，一定要全部拆曬，你一定要你勁開心係啊！但係咧，大家記得啊，你就算咧想全部拆曬都好咧，記得咧，如果你啱啱開始玩咧，你第一二日玩嘅時候咧，唔好咁快拆翻轉頭啲關卡住啊，因為咧佢呢個精神力咧，每日好似係回三點，你就算買埋其他嘢啊嗰啲嘢，最多都係四點咁樣嘅啫。咁所以咧，快啲推到個主線落去，向前開更多嘅關卡，因為會影響到咧你另外一邊的關卡呢如果你有些好像是未過的即是好像你看到後面這些你未過某一個劇情的話它不讓你開一些主線關卡、oh.
咁啊，除咗睇劇情之外，成隻 game 咧，最主要咁啊，大家當然啊，係可以組織自己嘅隊伍出去打嘅。帶佢哋出去戰鬥。咁啊，早期少少咧就帶四隻啫，跟住之後咧其實係可以帶五隻嘅。咁啊，可以配自己唔同中意嘅一啲。點解你嗰隊冇雷姆咧？唔係，佢可以佢呢度嗱有嘅有，我有星。你見到雷姆我係有星，雷姆同拉姆都有星，同埋呢個愛物利亞，我成日都覺得好難讀呢個字。因為你就係見到雷姆咯，好難讀啊！呢個先係真女主角啊 ！OK， 大家睇完之後都好混亂。我第一次睇嘅時候，越睇越混亂。咦，究竟女主角嘅地位好似有啲動搖咁啊？一睇睇下，有啲唔同嘅。但係咧，嗱，俾大家出去望下先。咁啊，角色啦有好多唔同啦。啊，講解一下先。咁啊，佢自己每個人咧有啲唔同嘅技能啊，隊長技，隊長技就即係佢帶第一個人嘅時候之後適合啲乜嘢啦。咁啊，愛物利亞係打。即係開頭嘅時候，如果大家用呢隻角色係幾好用嘅，佢嗰啲攻擊啊，即係女主角都唔錯。女主角今次呢度係係真係幾唔錯。咁除咗咧，你有啲角色可以帶上場之後咧，佢仲有啲經典嘅場面啊，呢啲記憶化嘅結晶。嗱呢啲啊，呢啲咧就係講緊一啲唔同嘅時刻嘅。呢啲係可以帶埋呢個要打環睇。係啊，呢一個記唔記得？呢個就係唔同佢哋嗰啲。王嘅候選嗰陣時，唔知揀呢一個選舉嘅時候走出嚟嗰個幕啊。咁啊，跟住之後可能呢啲啊，大家好熟悉。哎呀，呢張真係呢張就留鏡頭啦，係嘛？呢啲長期咁啊，講緊呢啲咧，就係每一隻角色之後，可能我哋可以配一張卡落去咁啊，即係配一個結晶落去啦。咁啊，每個結晶有唔同嘅，呢個就係加敏捷上升5% 啦。咁啊，入到嚟啊，基本上你見到自己五隻角色喺左邊啦，跟住之後你打啦，咁啊揀右邊啲怪，咁你就會攻擊噶啦。咁你見到咧，你角色上面綠色下面嗰度有四格嗰個嘢就係儲氣啦。儲夠幾多氣之後就可以出技能咁樣嘅啫，係啦，好簡單嘅啫。主線因為我之前咧啱啱卡咗喺嗰個劇情咧，撈唔到嗰度咧，跟住之後咧個主線就慢咗，咁所以咧，出嚟，見唔見到？可以仲撐到多下喎，佢都可以出到動畫。哇！你真係好開心啊，係咪好開心啊？雷姆出技，係咪？拉姆啊，都唔怪得你嘅，因為我哋一樣樣噶嘛。噏錯咗。呢啲要死一個跪 keyboard 嚟嘅，口快噏出咗，口誤口誤。啊，每一隻角色佢都會有自己嘅技能嗰、那個，即係嗰個動作動畫嘅係啊。咁啊，睇下自己有咩角色升下。哎呀，好得意啊！呢個好得意喎，真係好得意嘅招技，喺度跳來跳去咁樣。好可愛喎，咩事先佢？係啊，喺呢個咁緊張嘅時候，可唔可以幫我抽翻只？岸啊，系咪岸啊？你咪仲争你岸咋？啊，唔系啊，我都仲争好多啊！你见到男主角未有啦？男主角未有啦，你呢只帕克未有啦，帕克未有啦，帕克都好啊，帕克好开心，帕克个样开心。咁你其实见到我好多只都未有，呢只又 OK 喎。阿姨啊，跟住之后啊，其实佢好多角色咧唔同都会有噶。彩色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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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系咪开书啊？佢系打开本书。呢间房咪系咯，我就想话啦 ，Betty 房嚟喎。Betty 间房开本书，哎呀，金色啊！啊，在此立下契约，好衬我啊嘛。场景。OK， 你个十抽，有信心抽唔到啊嘛？有信心，跟住你就可以从零开始。有信心啊，你啊，又可以再抽过啦。哇，彩喎，彩色即刻就已经系彩色，彩都可以系剧情嘅人物噶嘛。好似系三本彩添啊，咁得啦，十本彩都得。哎呀，揿走咗添，睇唔到有几多本彩添。OK， 山已经啊，嚟嚟啦。彩啊，哎，有，哎 ，Betty 啊 ，Betty 啊，真系 Betty 喎。哎 ，Betty 都 OK。神圣嘅契约 ，Betty 几好啊，我几中意佢噶。Betty 几好啊 ，Betty 哦，同埋佢只眼好似唔知心形嘅蝴蝶嚟，我记得。冰冰眼，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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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又刺激，哇！嚟了啦，究竟系中咩咧？中剧情定中人咧？你会点算好咧？究竟系有几多个彩咧？如果中到你想要嘅，咁点好咧？全部都系彩有冇先咧？睇下有几多本彩，一本。要得本，要得本，呢本金，要得本得得，冇啊，一本，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少系唔紧要嘅。有机会会金变彩噶，好似见过。最紧要系中到好嘅，爱文 ，OK 喎都三星喎，可以再继续升升。唔系啊，啲人想要噶。唔系，因为我都系，其实我而家都系谷起一只，跟住之后咧，即系将所有负责带啊嘛，你系啊，即系升高佢 level 啊，升高佢啲技能啊，升开高佢嗰啲，系啊 ，OK 啊 ，OK 啊 ，OK 啊。虽然唔系你嘅第一志愿，但系唔少嘢。真系可以主升佢一只，呢个好正。
地底部嘅。呢个好笑，呢个好笑啊！你呢部好似有啲料到喎。有冇得转啊？哇！哇！点算好啊？点算好啊？边个咧？点算好？哇、哦！黑塔落，哎呀！如果系鼻，系咪咪会好啲咯？因为我冇放呢只入队啊，因为唉，人哋一 pair 噶，唔系，人哋成日一齐出场嘅。OK。好啦，咁大家咧自己入去再慢慢睇翻啲剧情啊，睇下你自己拣咗啲咩新嘅剧情、新嘅古仔可以睇到啦。同埋啊，嗱呢度咧仲有啲唔同嘅登入奖励啊，同埋登入嗰阵时咧，其实有张三星券噶，记得睇下大家到时诶，即系嗰张三星。唔系我抽咗咯，我抽咗啦。你抽咗系咩啊？我抽咗都系唔中男主角。哦，原来我之前记得抽，我系抽咗边个咧？我抽咗雷姆定拉姆咧？唔记得咗抽咗，好似抽咗拉姆，好似都系。我对拉姆有缘啲啊，今次呢度。好。今日嚟到呢度先，下次翻我哋再见，拜拜！记住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我哋啦，留言话俾我哋听你想抽中边只啦。冇错，拜拜！我想睇系咪全部都写雷姆咯？唔系啦，呢个加斯顿，跟住系啦，全部哇，几开心啊！好想抽呢只咁啊！成件事几开心，一话攞出嚟俾人哋睇下玩紧咩 game 咁啊！黐咗线。